找人下的毒啊？啊，你！哎呀，怎么会是我呢？我没有啊！你还想瞒我？前天我们才打的赌，谁是这街上生意第一的？你是怕输给我，才会用这种卑鄙的手段到我们豆香轩来下毒，让我的豆腐卖不出去。你怎么这么狠毒啊？啊！你为了生意要争第一，你居然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，是不是你下的毒？你说。怎么会是我呢，秋段大婶，怎么会是我呢，对不对？就是你下的毒，原来是你，原来是你害我们的。你为什么害我们？我没有，我没有。为什么害我们？够了，我跟你们讲，这饭可以乱吃，但这话不能乱说啊。我杜凯一生坦然，从来不做亏心事，这毒怎么可能是我下的呢？一定是你下的毒，肯定是你下的毒。真的不是我。你等着，就是你。哎呀，我可怜的孩子呀！不是我干的，我要杀了你！站住！我求求你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好好说。你先把刀放下，好，你今天就给我说个明白，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？为什么要害我们窦香轩？以前你在我的心目中可是英雄好汉啊！不是我，没想到我看错人了，我现在就要你偿还！你说什么？长生哥被关进牢里？是啊。而且娇娇还说，长生在牢里被打得很惨呢。怎么会这样？听说他们卖的豆腐和豆干里都下了毒，很多人都吃了上吐下泻的，都去报警了。哎，不可能！长生哥一定是被冤枉的，他不可能在豆腐里下毒啊！妈，是啊，我也是这么想的呀。那怎么办？我们总得想想办法，把长生哥救出来才是啊！哎呀，现在就连阿凯都没有办法营救了。如意啊，我现在真的好担心长生啊。这个孩子从小就老实，在牢里这么折腾，我真怕他顶不住啊。妈，我始终觉得这件事情有点奇怪，会不会是有人在暗地里陷害长生哥？连长生这么老实的人也有人要陷害他，可见这个人他是丧尽天良了。现在你段姨都哭得死去活来的，说要是不赶紧把长生救出来，他说他也不要活了，你说这可怎么办呢？如意啊，我们现在总该赶紧想个办法把长生先救出来才是啊。大小姐早。啊，詹总管，你啊，少奶奶感冒了，所以我特地一大早给她送药来了。啊，是吗？大小姐，你这么早有什么事吗？我是来找知谦的。哦，少爷他不在。不在？哎，他那么早上哪儿去了？出去画画，一整晚都没回来。之前为了画画一整晚都不回来，这实在是太不懂事了，怎么可以这样？都已经是结婚的人了。哎，对，大小姐说的是啊。好吧，那我去看看巧霜。没事，詹总管你去忙吧。啊，是，大小姐，你去。进来。巧霜，听说你感冒了，最近天气凉，一定要记得多穿点衣服。我没事，这么早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啊，我是想请你转告知谦，最近洋行的事情
请他有多费心了。不都是你在管这些事吗？是啊，可是长生哥他因为豆腐下毒的事件被关进牢里，我想去看看他，顺便了解一下情况。我觉得好像有人要陷害他。陷害？我看他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，有人故意想要教训他呀？应该不会吧，长生哥我了解，他是个老实人，而且他做生意也很实在，应该没有得罪什么人。哦，是吗？对了，乔生，你要告诉志谦，请他不要画画，画到连家都不回了。我怎么说他呀？你是他姐姐，你怎么不说说他？好，我会找机会跟志谦说的。那没事，我先走了。事儿，看你慌成这个样子。家东啊，我怕你的计划就要前功尽弃了。什么？前功尽弃？是啊，看来大小姐真的是很关心陆长生啊。这话怎么讲？等一下，大小姐要去牢里看他了，而且她好像已经在怀疑有人要陷害陆长生。怀疑？是啊，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小心一点。哎，对了，家东，其实你应该趁这个时候装作好人去牢里看看陆长生，说不定大小姐就会喜欢上你了。啊，那你的意思是？哎，是这样，乖。你说好。亏你想得出来，真是我的好哥们儿。哎呦，弄疼了。我轻一点啊。没事。哎呀，看你伤得这么重啊，这些人下手也太狠了，我真替你打抱不平。韩少爷，这谢谢你的关心，大老远的还特地跑来帮我擦药。嘿，长生，你这么说就见外了啊，你是如意的朋友，我也是，何必这么客气，应该啊。韩少爷，我听如意讲这段时间在染布方面，您教他很多，也给了他很多关心呢。应该的。我在想，一定是有人在背后陷害我，故意在我豆腐里头下毒。如果有一天让我遇到这个下毒的人，我一定会……会？你会怎么样？我一定会好好劝劝他。有什么事儿，大家坐下来好好商量嘛。何必要在我豆腐里面下毒，害了那么多人进医院，我心里也很难过的。韩少爷啊，你说那个在我豆腐里头下毒的人是不是真不应该啊？是不应该，不应该。贾东啊，如意，你也来了。你来关心长生哥，谢谢你。不用谢，不用谢。我看长生被打成这样，心里很替他抱不平啊。长生哥，你伤口还疼吗？韩少爷他帮我上药了，就如意，我其实没什么事儿，你不用担心，一切都还好。长生哥，窦香轩发生的这件事情，你不觉得这里面好像是有蹊跷吗？如意，你是不是觉得这幕后是有人指使的？我也不确定。长生哥，你得罪过人吗？应该没有。其实我在牢里也想了很久，我也觉得最近有很多事情不太寻常，可是我又理不出个头绪来。是啊，
苍生啊，他是个好人，他不会结下仇人的，是吧？我也相信长生哥是清白的。不过长生哥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办法帮你离开这里的。啊，如意啊，你可千万别牵涉进来，好不好？你还是先照顾好春姨跟俩孩子。以前你照顾我们一家大小，现在你有难了，我们怎么能袖手旁观呢？可是，别可是了，你早一天出去，段姨才能早一天放心。我们都希望能够早点把你保出去。谢谢你，如意，谢谢你。是啊是啊，如意，你们慢慢聊。一会儿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长生，你要小心啊，小心啊。好，谢谢谢谢韩少爷。没事没事。长生哥，你先坐下吧。单总管，有件事情我想拜托你。什么事要拜托我？我希望单总管能托关系帮我把长生哥保出来，我知道你一定可以帮我这个忙的。哎呀，这单总管有困难吗？没有没有。陆长生是大小姐的好朋友，老爷也很欣赏他。我一定会想办法的，我一定会想办法。谢谢你，谢谢詹总管，你真是个好人，能力强又热心助人，难怪我爸爸这么器重你。大小姐您过奖了，是老爷抬爱。谢谢你，那就麻烦你了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好，大小姐慢走。谢谢。詹总管，这件事情我不想让人知道，希望詹总管能帮我保守秘密。好的好的好。詹总管，求求你，请你一定要帮我把长生哥保出来，如果你没有办法的话，也不要太勉强，我再去找我爸爸帮忙。不用找老爷，这件事交给我来处理，我来处理好了啊。谢谢谢谢詹总管。谢谢啊。他妈的，陆长生这小子还真是命大。你不是在说笑吧，詹总管？这你才让我对那个陆长生要特别的好好照顾，让他有命来没命去的。怎么，一会儿功夫就让他走了？王队长，实在是不好意思啊，这一次一定要拜托你啊，我们家大小姐一定要让我保陆长生出来，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不得不这么做呀。可是，这个问题，王队长，您放心，我已经帮你想好了一个办法。反正里面犯人多的是，你只要找一个替死鬼，把这件事情给顶下来，不就得了吗？这不好办呐。对了，这个请你收好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别跟我客气了，就算我欠你一份人情吧。好，詹总管，以前你那么照顾我，这个忙我一定要帮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办好，一定办好。谢谢谢谢，王队长，一切就拜托你了。那我走了，改天再来拜访你。好。我们家的长生，你去自首吧。哎呀，秋段大婶，我凭什么去自首？我凭什么去啊？杜爷爷，看在我们这么久的邻居份上，长生若是你的好朋友，你怎么可以陷害他呢？你，哎呀，好吧，就算是我生意输给你了。好，从今天开始，我每天早上帮你开
店门，哎呀，再给你泡壶茶，再送上一斤新鲜豆腐，好不好？够了没有？秋段大婶儿，不，秋段奶奶，正如你所说的，我跟长生，我们两个是好朋友，我怎么会忍心去陷害他呢？你会，你会，会会会，你会的。你这个人什么都好，就是最要面子了。就算要面子，我也不能去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啊，对不对？那我问你，你去不去自首啊？不去。好，你不去自首，我限你三天之内，你要不去自首的话，那我就在你这个店里上吊自杀，死给你看。哎呀，我苦命的儿子。起来。站住！去哪儿？不是要带我去刑房用刑吗？站住！怎么？啊？嘿嘿，被打习惯了，不打不舒服了？今天不打你了，往后啊也不会。你们查出真相了？嘿嘿，陆长生，你少啰嗦，你真是不简单呐。瞧不出你这小子啊，真有本事。本地的首富刘秉贤，刘老爷的千金小姐刘大小姐，对你还真是情深意重啊。啊，你不要误会如意了，我跟他从小一块长大，情同兄妹，常常相互帮忙，这没什么的。哦，从小一起长大，还是青梅竹马喽。好了，陆长生，算你运气好，现在可以走了。我可以出去了。少啰嗦，走走走走走走。哎，谢谢，谢谢。哎呦。我们刘家送啊。少奶奶，这是老爷叫他们送来的。闭嘴，这里没你的事。少奶奶，我们窦香轩的东西啊，向来是有保证的。上回的事情啊，一定是有人陷害我堂哥，等水落石出以后您就会明白了。废话，难道非要闹出人命不可？以后你们窦香轩的东西啊，我们刘家是不会要的。哎，你是聋了还是傻了？我跟你说了，我们家的东西没问题，就是没问题。我受不了，就不要。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待食物啊？你这样子浪费食物，老天爷会劈死你的。我被雷劈死也总比人家的豆腐毒死强吧。你总之我告诉你啊，我受不了就不要。以后你们窦香轩的东西不要让我看见，我看见一次我就扔一次，我扔你一次，我扔你一次。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我惨了，不要这样。查出下毒的凶手就是隔壁村庄卖豆腐
的。对呀、啊。大家请静一静，静一静。而且啊，下毒的凶手也已绳之以法，证明窦香轩是被冤枉的，是无辜的。对、啊，抓得好啊！这是商场上的恶性竞争，波及到你们无辜的老百姓，窦香轩感到特别抱歉。是啊，在此跟大家先行鞠一躬。哎呀，抱歉抱歉啊！好，好，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各位乡亲长期以来对我们窦香轩的大力支持。小弟呢，在宣布，今日全部的窦制品，全部都买一送一。好，对对对，买一送一啊！谢谢大家，请安心使用。我已经试吃过了，保证没有问题啊！来来来来来，是啊，我就不相信啊，他们会在豆腐里边下毒啊！还好是凶手抓到了，要不然啊，就要吃天大的冤枉了！谢谢谢谢谢谢，来来来来来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哎，你们都来来来来，静下，大家静下，今天华凯啊大放送，为了答谢大家对窦香轩的厚爱，以前呢，我是买三块玉带糕，送了一个茶叶蛋。今天只要买一块豆腐，我就送他一个拆弹。太好了！不过等一下，我呢话还没有说完。豆香轩和我吉祥面馆都是本村的模范店铺，我们呢绝不会做违背良心的黑心活的。好，上次我们误会阿凯的，真是不好意思。哎呀，难得放一天假。少爷一大早就不见了，八成又躲到书房去画画了。少奶奶，你要找少爷，我这就去请他过来。算了算了，他在家画画呀，总比出去拈花惹草的好。嗯。哎，小双。哟，这是上哪儿啊？少奶奶好，我是来送豆腐的。送豆腐的？你存的什么心啊？不把我们刘家老小毒死，你是不死心啊？小双，上次发生那件豆腐中毒事情之后，长生哥做豆腐豆干都特别小心，这次绝对不会有问题的。我不管，反正你把豆腐给我拿走，以后啊不要送到我们刘家来。哎，长生哥，小双，是爸爸请他送来的。爸爸？少拿爸爸来压我？爸爸是心软，可怜他这个送豆腐的。可是刘家老小的健康我可不能不管啊，万一再吃出问题谁负责啊。好了好了，不要说了，你们滚，快滚。乔双。爸。乔双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呢？啊，关于长生家豆腐下毒的事情那已经查清楚了，你怎么还这样误会人家呢？爸，我是看你跟志谦两个人吃了他们家的豆腐以后上吐下泻的，我心里难受啊。我这么做就是为了你跟志谦好吗？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。嗯，可是你看看啊，像长生这样的人，他像是做坏事的人吗？爸，你可得小心一点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他们呀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。住口。乔双啊，做人要有一颗宽宏大量的心。没错，我就是喜欢长生做的豆腐啊。等我再吃几天他送来的豆腐，确实没问题了，你再吃行吗？自从你回家来以后啊，我看志谦对这个做生意还是不感兴趣啊。你啊多鼓励鼓励他啊，再这样下去爸爸可真要生气了。去劝劝志谦。去。好的吧。长生啊，刚才的事对不起啊。没事的。长生啊，你以后啊还是继续每天送豆腐到这里来啊。哦对了，洋行里好多员工也说你家豆腐做得好吃啊，我会吩咐詹总管的，这以后啊洋行那边你就直接送过去好了。洋行也让我送豆腐过去啊。爸爸谢谢您，真的谢谢您。谢什么呀？啊，好吃的东西，大家共享嘛。啊，刘老爷，谢谢，谢谢您啊。把豆腐赶快送到厨房去，
一会儿到我书房里，咱俩聊聊。啊，长生哥，到您书房？是啊，我爸不请你去，你就去吧。好，马上就好啊。哎，慢点啊。哎，常来，常来啊！老板，我的面呢？哎，马上就来，马上就来啊！老板，我一碗小菜，马上就好了。哎，老板，给我个茶叶蛋，快点！茶叶蛋就在锅里面，你自己拿啊。老板，我还有小菜啊。哎，没问题，马上给你们端过去啊，没问题。凯哥，我来帮你洗碗。哎，不用，我自己来就可以了。我来帮你洗吗？哎呀，我说过不用，我自己来就可以了。我来帮你洗。我自己来。老板，再给我来一碗面。好来了。我来煮面。哎，用不着劳您驾，我自己来就可以了。来。凯哥，对不起了，我知道上次错怪你了，你不要生气了好不好？哼。你依然是我陆娇娇心目当中的大英雄。免了。哎，凯哥。干嘛？凯哥。老板，我的面怎么还没有好啊？哦，快点啊，老板，来了，快点啊。进来坐啊，坐。长生啊，听说前几天因为豆腐的事，你被抓进去，还挨了打是吗？没事，都已经过去了。你不恨那个在豆腐里下毒的人吗？不会。真的？真的不会。我心里唯一觉得对不起的就是那些吃了被下毒豆腐老客户，一个个都上吐下泻的。说实在话，我真的觉得更对不起刘老爷你们一家人。就算有人害你，让你备受冤枉，也不记恨。不会，因为我相信他，最终他会知道他自己是做错了。长生啊，你真是太善良了。哎，世界上要找像你这样的人还真少呢。如意这一生啊，有你这样的朋友那真是太难得了。说真的，我真得替如意谢谢你啊，这么多年来对她的照顾，尤其是文祥不在以后，你更是不遗余力地帮助他们一家人。刘老爷，您别这么客气啊，我跟如意是几十年好朋友，说实在的，他照顾我比我照顾他还多呢。哦，是吗？是啊，我真没骗你。那说来听听。啊，刘老爷，您这要听啊？我想听啊。这个不方便就不说啊。哦，不，您是如意的爸爸，其实说给你听也无妨的。这么神秘啊？其实我不是怕说，但是您别笑话我。哎，不笑，绝不会笑话你。好，那我说给你听啊。好。那年呢，我4岁啊，躺在家睡觉，晚上突然狂风暴雨，家里大梁哐当一声砸了下来，父亲就给砸死了。哦，当时我还小，被吓得说不出话来，后来我讲话就变结巴了。没有啊，我看你现在说话挺好的，没什么异常啊。是吧？啊，不说到底，这一切我都得感谢如意。感谢如意，这话怎么说？那个时候年纪小吧，我讲话结巴口急。爹的长生百炼方，骗子多了他走开。老板为什么要这样取笑长生哥？你们太过分了。不是我爹吧？好笑吗？那是因为长生哥曾经害了一场大病，才造成今天这样说话结巴的。能好起来的，你们别取笑他。长生哥，我们别理他们，从明儿起我就教你说绕口令，
总有一天呢，你说话比他们还流利呢。长城墙，城墙长长，城长长。来，跟我念，长城长。我不成，我哪儿成？我不成。谁说你不成？瞧你这几句，我不成，我哪儿成，说得多流利。我只有同你说话才不会结巴，因为你从来都不取笑我。早知道你会这么说，所以我特地为你准备了一样东西，长生哥以后看到它就当作是看到如意我。你要好好加油啊，以后啊你就不会犯结巴了。哦，如意小时候真的这么帮你啊？真的，我没骗你啊。刘老爷，后来讲话就变得流利了，而且也越来越有胆量，有时候甚至说得比别人还好。所以啊，我这一生中最要感谢的人就是如意。我一直在想，我要怎么做才能回报他的这份恩情。难得，难得呀。怪不得自从文香走了以后，你一直这么关心着如意。刘老爷，您别这么说。其实呢，我觉得我自己做的不够好，什么忙也帮不上。哎，也难怪你每次来我家送豆腐，总是一副高兴的模样。原来你一直关心着如意，对不对呀？好，好，好。这个世界上已经少有像你这样的朋友了，真是难能可贵呀。长生。你告诉我，看见如意全家搬到后院柴房去住，你心里会不会不好受啊？这，你说啊。那我说啊，刚开始的时候，我的确心里不好受，后来就不会。这又是什么道理呢？刘老爷。刚开始我真的觉得刘家少奶奶真的是无理取闹，后来看到少奶奶搬回来，如意一家都很高兴，我就觉得他们真的是太伟大。为什么呢？我觉得如意她真的是委曲求全，她为了要跟刘老爷您住在一起，她所有委屈都给自己忍受下来，看到她现在这个样子，看你们那么开心，所以我觉得如意她真的是太伟大。看来你不只是每天来送豆腐，我们刘家每件事情你都很关心的啊。哎，对，刘老爷，我刚就想讲忘了。哦，我要谢谢你让我每天来送豆腐。哎呀，谢什么呀。啊，我不跟你说了吗？咱们是一家人一样了。是。那还有个事儿我跟你说一下，不好意思。我还得去送豆腐。好，你忙，那我先送豆腐了啊。哎，好，以后啊，经常来家玩啊。好，刘老爷，我先告辞了哈。好，再见。哎，是为了全家人的健康，我哪里说错了吗？你爸爸倒好，为了一个送豆腐的当众数落我。没错，你不要一拿起画笔就什么都不管了。我刚才跟你说的话你到底听清楚没有啊？我听见了，我听得一清二楚。可是爸爸说的也没错，咱们呢确实应该帮帮长生。你要是不喜欢吃长生家的豆腐，以后就不要吃嘛。连你也和爸爸说一样的话，真是拿外人的话来怄我。你再画吧，再画呀，你姐姐就把家产抢走了。巧霜，你说到哪里去了？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我姐姐不是这种人，你不要这么说了好不好？我永远都不会相信，
嘴上说他不会争家产，其实暗地里啊已经开始出手了。我这么说可是有证据的。哦，那我倒要听听你有什么证据啊。你怎么那么笨呢？哎，你想想，你姐姐他们现在搬到后院柴房去住了，他们的心里能舒服吗？你再想想，现在我们住的锦绣阁可是你姐姐让给我们住的，她心里能不恨我吗？我早就料到了，他们呀是有计划的，跟那个送豆腐的串通好了，想谋财害命，还以为我不知道呢。乔霜，我觉得你太有才了，你太会编故事了，你要是不去说书还真是太可惜了啊。你好了，乔霜，你别生气了，你要是动气气坏了身子，我可是会心疼的哦。心疼？你要是真心疼我，为什么不相信我说的话？哎，乔霜，你知道我很爱你，而我姐姐他们呢也很爱我们，你看他们搬到后院柴房去就是有心让着我们，你该体谅体谅我姐姐她的用心良苦嘛。啊，哼，我体谅她？真不知道你姐姐给你吃了什么迷魂药，一心只护着她。你看她那副假惺惺的样子，见到我们啊还装出一副笑脸。哎，乔霜，乔霜你怎么了？是不是肚子难受啊？要不要我带你去医院？你真愿意放下手中的画笔陪我去医院吗？哎，看你说的，画画对我来说是很重要，而你呢也同样重要啊。你没事吧？啊，好吧好吧，听你这么说我就高兴多了。好吧，那你呀就在这里好好的画画吧，我没事去洋行了。可是你真的没事吗？没事。好吧，那你路上小心一点，早点回来啊。知道了。不行，我哥哥借的钱到现在还没还。听阿福说，如意这几天就要来看账了，万一被查到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刘太太，经过检查，你的身体一切正常。谢谢你啊，医生。不客气，同时恭喜你，你怀孕了。你说什么？你怀孕了。我怀孕了。小心啊，往那边走啊，那边就是了。我怀孕了，我真的怀孕了。真的太好了。老天在帮我，我怀上了刘家的孩子，趁这个时候一定要把林如意从刘家赶出去。我要快点把这个事情告诉志谦。你刚刚怀孕一个多月，前三个月是最容易流产的危险期，一定要小心安胎。自从之前开始花天酒地的彻夜不归，我就没让他再碰过我。算算日子已经不止一个多月了。之前怎么是你啊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给我起来，你给我起来。是盛明的孩子，我怀的是
是刘大人。是真的好，我相信只要坦白告诉他，他会谅解我的。不，不行，如果万一……不，不会的，我相信他会谅解我的。对，我应该跟他说，我应该坦白告诉他。是我呀，进来吧。哎呀，乔双啊，这么晚来干什么？不怕被人看见？不会的，不会的，大伙儿都在吃饭，不会有人来的。哎呀，我听小丽说你生病了，饭也没吃，就急着赶过来看你。怎么了？生的什么病啊？哎呀，就受了一点风寒，睡一觉就好了。哎呀，你快走吧，快走吧。好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，想吃什么就跟我说。哎呀，别来来去去的让人撞见，有什么事我会吩咐小丽的，你快走。小丽啊，这是给少奶奶的鸡汤吧，我来端进去。是，之前回来了。少奶奶有我看着，你还没吃饭呢，去忙你的吧。啊，是少爷。乔霜，乔霜，志谦，乔霜，爸爸说的对，我不能只顾着画画而忽略你的感受。你看，你都病成这个样子了，我都不知道，我真是太过分了，我太过分了。没事的。我只是有点感冒，睡一会儿就好了。我呀，从现在开始别的什么事都不做了，我要寸步不离地陪在你身边，直到你病好为止啊。你真好。你呀，就安心地去画你的画吧，这里有小丽就好了。你跟我还客气什么？哦，对了，我差点给忘了，我特地啊给你盛了一碗人参鸡汤，快趁热喝了吧。嗯，我现在看到鸡汤我就没胃口，你帮我到厨房要一碗酒酿汤圆吧，好不好？哎呦，我怎么给忘了，你最喜欢吃的就是酒酿汤圆了。那乔霜，我叫厨子给你做，一会儿就给你送过来。谢谢你。等我啊，我走了。